在讲我的观点之前呢，我想引一段，也是刚刚参加了清华大学这次研讨会的一位美国著名的记者和作者，叫做 Thomas Friedman 啊，弗里德曼，他后来发表文章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呢原文是这样的，他说啊 ，Economics is not like war, they can win and we can win, on one condition, we all play by the same rules, hard work and innovation, not hard work and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gnoring WTO rules, lack of reciprocity, and forcing Western companies to pay to play inside China. 那么这句话呢翻译过来，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哈？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翻译，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讲的就是说，我的翻译是这样的，经济并非战争，可以双赢，就你赢我也可以赢，但有一个前提，大家都要遵守一套规则，努力工作创新，而非努力工作加剽窃加政府介入加无视 WTO 规则加缺乏互惠互利加强逼西方公司支付进场费，进入中国的费用。那么大家知道 Thomas Friedman 就是原来写那个就地球是平的啊 The Earth is Flat 这个人，他是一个 globalist， 他是个全球化主义的信奉者，同时他是川普的尖锐的批评，至少以前是川普的尖锐批评者。他当时曾经在2012年曾经预言中国，他坚信中国会因为全球化而改变，但是现在可以看出他现在等于说呢，他对中国做了全面的指责，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确努力工作了，但是在这之上，中国剽窃，中国政府无理介入，中国无视 WTO 规则，中国缺乏这种不叫互惠互利啊，叫刚才我这个翻译有点不太准确，对等啊，缺乏对等原则，这是 WTO 和原来的关贸总协定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另外，中国强逼西方公司以市场环境，所以呢，中国的表现怎么样呢？这上面说的明明白白的哈。那我大家呢，刚才黄老师和张女士呢，直接进入了这次的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比如说他的清单到底怎么看的问题。我希望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啊，谈谈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有 WTO？ 为什么有中国现在厉害了？啊，所有这一切都是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二战以后以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这个民主宪政国家为主体的，以这个基于这个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的普世价值，为这个基础的，这样呢，它有这一套这个，这么一个像个俱乐部似的，它有这么一个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都有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互惠互利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啊。那么在这个组织之下，如果说你能够遵守规则进入这个组织成员，从最早的日本啊，最早马歇尔计划的欧洲、西欧，特别德国，到后来的日本，然后接下来就亚洲四小龙，最后到中国，你都受惠受益，而拒绝这个秩序，拒绝这个组织，甚至跟那组织对抗的，比如前苏联，就已经烟消云散了。那么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说呢，你要否认这个前提，空谈到底美国哪个东西做的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忽略了这个动作到底是帮助别人还是偷窃，而你去评价这个动作本身对还是不对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哈。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呢是至少承诺接受这样一个规则，并且呢在这个规则里呢玩的还是很嗨，而且是赚的钵满盆满。但是呢，这个他的承诺接受这个规则，这点大家我相信没有异议哈。就是说比如以 WTO 为例，其实远远不止 WTO， 那么中国呢就说他的没有遵守这个原则，没有遵守承诺。那这种情况就变带来一个什么呢？而且关键他还不是说不遵守这个具体承诺的问题，而是说当他在这个国际秩序，美国主导的国际之中得到受益以后，他拿了这些益处干什么使呢？去挑战这个老大，挑战美国，挑战这个秩序的领导者，
甚至挑战秩序本身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甚至给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呢，造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如果这个事情看到这个每天的报道就可以清楚了哈。那么回到头来，我说这个关于这次现在目前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问题哈，有一件事儿，我在2017年的一月份去北京，我当时给一些企业和企业家还有投资人做了一个，就是因为当时川普刚刚这个就职，我想还没有就职，那时候1月20号，对，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之前，那么他刚他的就职之前我在中国，那么这时候大家都很关心关于具体的这个经贸走向啊，跟中国的关系问题，包括移民问题。那么我当时呢哈，我讲几点，我首先问大伙一个问题，我说大家记得中国入世的时候，因为这些人我谈的对象都已经是基本是45岁以上啊，那至少40岁以上，那对以前 WTO 入世2001年的时候还这个情况还记忆犹新。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 WTO 的时候中国做了些承诺你们都知道吧，然后他们说都知道。我说你们回想一下，当时你们有多少人认为中国就是玩赖了，就是不可能履行这些责任，有多少人认为15年以后中国肯定已经接受了普世文明，肯定已经履行了这些承诺。那么所有的人告诉我，他们当时都认为中国没问题，15年以后肯定能履行这些承诺。好，我说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现在觉得中国能不能履行承诺？另外，在中国如果现在还没，不是中国现在没履行承诺，那如果现在没有履行，你们认为中国未来能不能履行？那么大家的一致想当然，就是非常毫不犹豫的回答是说，中国怎么可能履行承诺？根本不可能，而且未来是越来越不可能。所以说呢，这就表明啊中国的一个状况。那么大家呢，就是说我不懂法律，我不能说不懂，我不是法律专业的，我对法律方面很多专业东西不懂。但是呢，我从87年开始就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核电站关键部件进口的合同起草和翻译工作。那么后来呢，我本人起草的国际合同也无数，我经过的谈判包括像电子投资的第一个硬盘驱动镜生产厂也是我一直牵线2年谈下来的。那么在这些过程中哈，我深深的感到啊，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跟别人玩，大家是在一个俱乐部里，你大致要遵守，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打球的话呢，那么你不能说你总犯规，你诚心就是以犯规来作为你的这个赢球的手段，有的时候裁判能看得见，有的时候裁判看不见。如果你这么着没人跟你玩了，你可能就直接被罚款，甚至被永久禁赛了。那么这个在合同法和这个比如说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他在他的环境中，比如我们去拿了一个项目，比如投资石油与页岩油的一个项目，我们找中国的投资人去谈去，我每次跟他们讲的清清楚楚的哈，我说大家注意，在美国签合同啊是谈判的结束，是行动的开始。那么而且呢，我之所以给你这个合同让你看，是因为你基本上80-90%确认你想投了，否则没必要跟你谈，我不要跟你浪费时间啊，你基本上已经打算接受这个规则了，那接下来你看看这些细节，然后你再验证一下我们合同说的对不对，就事实对不对，你顶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下呢，我们才可以呢做。但是呢，中国这十几年来，而且当时人们是以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进入 WTO， 所以人们给你一个整改期，而你现在不仅没有整改，没有改变，并且越来越不可能改变了。而与此同时呢，因为你在 WTO 的受益，这个受益包括两大方面，并不仅仅是贸易顺差，更包括你这个因为你市场的准入也好，或者你得到钱以后你的收购也好，你获取了直接可以跟其他成员竞争的这样的技术，这是两大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呢，我不知道前面黄老师也好，张女士也好，可能觉得我记不太清了哈，认为为什么就是好像是挂羊头卖狗肉，他谈了这个贸易逆差却
又谈实际上要谈这个技术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是缺一不可的。而301条款啊，是对待这个，它是政府有权来加关税啊，是针对贸易方面的不平衡的。那么323条款本身就是针对国家安全，这两个都是涉及到国际贸易。我不知道美国这样做有什么不可哈，但是呢，就是说你在整个大的方面没有遵守承诺，并且呢，你知道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核查验证解决争端的问题。如果你自己基本上是个诚实的人，你是个诚实的国家，你是个遵守规矩的国家，那么呢，第一呢，你违规的情况比例就比较少。第二，一旦违规呢，别人取证，这个成本也比较低，难度也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是本身是个贼，那么第一你就没有遵守规则，而且处处不遵守规则。第二什么呢？你在别人找，而且是这样的，你有一个文化，这个撒谎的文化，整个官场啊，从上到下全部都撒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从上到下可以有组织、大规模的去组织一种欺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不仅骗国内的人，也骗世界上其他人，那让别人的取证非常难，成本非常高。而像美国又是一种小政府、有限政府的这样一个保守主义里面的这样的国家，它的资源有限，那么这样的话你直接就是一个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人家要不要跟你玩了。所以我在一月份去2017年1月份，我当时跟这些企业家投资人讲啊，我说川普其实最聪明的一点，而且也是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从多边贸易关系回到双边贸易关系。因为美国它可以说是履行国际义务最多的国家，那么它也是这个维持世界秩序贡献最大的国家。那么美国它的这个可以说，美国针对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是这个单一国家求着美国，而不是美国求着他们。那么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美国放到无论你是 WTO 还是 TPP 还是 United Nations 啊，联合国，那么都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些有求于美国啊，或者利益或者价值观类似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毕竟这个腐化堕落的啊，这个管理不善的这种国家占多数，那么穷的国家占多数，那么他们因为自己的并不是因为自己What's for 就是支持什么，而是说我要反对什么，而站在一起，大家一起反美。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只占其中一票，美国的贡献却可能超过半数。那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极为不利。美国没有必要一定要坚持我就在 WTO， 我就在 TPP， 对吧？我就在巴黎什么气候气象协定。所以呢，这是一个维护美国基本利益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策略。而美国维护了它的基本利益，美国才能够继续保持繁荣领先，而美国保持繁荣领先才能够这个保证整个国际秩序还能在一个基本良善的状态下维持住，这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说呢，那么我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来谈这个事情。那么下面我再说一下，我就再讲几句呢关于这次谈判哈，我的一个预期。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关于美国是不是这次就是他提的条件是不是特别无理这个问题，我没有觉得美国有什么无理。美国提的东西都是纯技术性的，比如说我这个两年之内把这个贸易逆差降低2000亿美元，比如说停止偷窃美国的技术。这些都是事实，让中国呢让美国技术公司准入，在平等条件来一起来这个什么来这个市场play 啊，这个在进入市场来按照这个规则来游戏，来玩这个游戏，对吧？这些东西呢，它都是纯技术性的，都是纯，因为美国把它看成是一种贸易的谈判，而不是说坐而论道的一种战略对话，所以呢，这里边不存在这问题，而呢。在这个方面，中国的这方面人士，从出租司机到 WTO 专家，都是一个腔调，就是什么呢？就是打感情牌，就是煽情啊，就是说我这个美国怎么无理啊？鸦片战争什么中国受欺负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中国什么不要低估中国的决心，全都玩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就是非常无聊，另外也非常不专业啊。那么这次呢，我的预期是，
中国美国的目标，我认为啊，它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极其的一个经贸目标，经贸目标就有两个，一个是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减少大幅度缩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第二就是保护它的知识产权和它的技术不被侵犯啊。那么这是它的极其目标，我相信极其目标很快会达到，中国根本没有什么牌。而且还有一个，你不要看什么，无论是什么 Financial Times，它的那个 Martin Wolf，还是说这个像那个亚投行的那个行长的女儿什么金克宇这样的人啊，他都在西方媒体发表文说中国怎么能赢？其实中国的这个政府现在收买西方媒体为他这个洗地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例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中国手里有什么牌？没有牌。所以我认为这次川普一定能赢，而且他会赢得很快。这个快到什么程度？这个马上这个刘鹤先生副总理就过来要谈判，因为你可以在这个清华的会上，你下边人民日报也好，环球时报也好，你可以到处叼盘子，你可以随便去说去。但是呢，最上层心里明白，现在他是目前如果美国要是能要卡住它的顺差，卡住它的技术，中国的这个厉害了，中国就啥也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马上能达到。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第二个目标就是战略目标。战略目标，因为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这个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立国的，川普总统他的内阁每星期查口圣经，川普总统经常呢他会让这个牧师给他祷告。而我们看大洋对面，那么那个国家呢，是一个全球最大的无神论国家。这个全球一共9亿无神论者，有8亿在中国。那么这里，而且呢，这个无神论的，他们也拿了无神论的圣经，对吧？共产党宣言，在那里组织政治局学习。所以呢，这个从战略目标上，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和全世界最大的无神论国家的之间的对决，最终终有一决。而且呢，我会认为美国必胜。啊，这是我今天讲，我先开始讲这么多吧。